其实，当然你这边的话用三米伏哦，用 VBA 再重新想过也是 OK。可是哦，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，如果你用 VBA 来写的话，它跨工作表，所以呢复杂度会太高。好、哦、啊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啦，哈、哦，我在那个云端下面也有补充，用那个就是 VBA 写的方法。那如果说你只是单纯只是要让这个功能可以看到的话，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丢公式，有没有丢公式？因为它丢过来了，结果反正就看到了。那、啊、只是缺点就是说哦，因为那公式很长嘛，所以哦可能会造成那个档案一直膨胀。如果你丢很多公式的话，那、啊、效率相对也会比较差一点。不过我觉得哈、哦，如果你只是要快速的完成 VBA 这样，其实这个就很棒了。那只是说呢，这边有个问题，我现在丢公式 OK，清楚也 OK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现在呢在校阅里面哦还没有保护工作表。可是，如果我今天保护工作表的话，那 VBA 是不是也能够顺利被执行呢？我按清除，哎，你会发现它马上出现什么执行阶段错误，什么1004的啊，是侦错一下，它会出现在这一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目前呢、啊、要把这个控制串丢到里面，它因为这个地方是保护状态，但是它刚刚出现1004，好像也没跟你讲正确的错误，正确错误应该是。你的那个储存格是保护状态，所以呢，如果说你将来哈、哦，假如呢你的范围保护了，但是 VBA 没有办法存取的话，其实哈、哦、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就是怎么样，把它取消保护。但是问题来了，你总不可能说每次都自己手动取消，然后再手动加，这样不合理。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哈、哦。能够在 VBA 里面写一行程式，它就自动取消保护，最后再写一行程式，再把保护加上去，哎，这样应该可以理解了哈。那只是说呢，要怎么写啊？其实特别注意哦，如果你要取消保护哦，真的就一行程式哦。那一行程式，第一个你要告诉他说你在哪一个工作表啊？哦，不过这边特别注意哦，就是要跟他讲工作表在哪一个。那我当然有几种写法，就是说我在第一个第，可是有时候在第几个我不确定，我只知道目前的这一个。那目前这一个的话，你可以打一个 active 就目前的那一个哈，哪一个呢？Sheet，目前的这一个，哎，active，Sheet 是目前的这个工作表，啊，我不知道哪一个，反正你游标放的这个就是目前的这一个，点下去的话呢哈。打一个叫取消保护，取消保护的英文应该叫什么？取消嘛，保护应该是 protect 嘛，对哈，所以取消的话是 unprotected，所以其实哈、哦，这个很直觉的啦，它其实用英文当母语啦，啊，因为主要是美国人设计，他当然用英文当成设计的语言，unprotected 后面跟他讲说啊，我要取消的。密码是多少？在括弧里面跟他讲一二三四，OK。那最后记得哦，这个是取消保护。记得最后的话，再把保护加上去啊。保护加上去的话啊，其实呢，就是把 protect 改成什么啊？不，把 unprotect 改成叫 protect 就好了。OK，好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大功告成。不过目前当然你现在执行应该会是错误的。如果说你要让程式倒车，我刚刚讲过哦，你可以怎么样把这个箭头往上拉，哎，让它先怎么样取消保护一下。啊，请各位注意看一下啊、哦，目前是这样的状态哦。如果说你执行这一行哦，哈、哦，我按 F8 好了哈、哦，各位看一下 F8 有没有发现上面呢马上变成保护过，意思说它已经被取消保护了。所以哦，取消保护一行而已。还蛮好记的，加上保护也是一行，头尾加一下就好。所以以后啊，如果你的资料里面是有保护的状况下，那你又要配合 VBA 的最简单解法，就是写这两行在头尾的地方。OK，那我们来试一下啊，这边执行，清楚了。那现在有没有保护呢？现在输入，哎，还是保护？为什么它最后又保护了？那接下来当然哈，一样的道理。如果说我今天呢要把总时数输出啦，输出到那个储存格里面的话，
执行，但它也会错嘛，也是1004，错在哪里呢？错在这里啊，所以哈，其实最简单的方法，把这一行搬上来，复制一下，这一行的话哈，一样把它头跟尾了哈，然后 back 到这里 ，importation， 然后呢把它执行，哎，这样就 OK 了。然后至于呢哈，这个总时数的写法啊，其实我想慢慢大家应该都会熟了，因为这个其实就是，丢公式嘛哈，所以丢公式的话就是先两个双引号，然后把什么呢？把这个公式，不是先把它取消好了，因为如果保护的话看不到，这个有没有复制贴过去啊？刚刚讲过嘛，点一下下面这个，哎，你会发现哦，两个地方不一样哦，有没有？这个 B2 有没有变 B3？所以这边的话基本上就是啊，里面好像没有双引号，所以我们就把这公式复制一下，取消，移到我们的这个双引号里面贴上，再把里面的那个 B2 改成 I 就可以了。所以哈，改成 I 双引号的双引号，移到中间 ，and 再移到中间加一个 I， 空白一下。所以这个当然哦，如果你已经打了超过10次、20次以后了哈，应该就闭着眼睛应该都会了。好，不过就是熟不熟而已。好，这边也是贴上。好，程式写完了，所以做好之后的话，清除延时时数 ，OK， 好，这样就 OK 了。好，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啊，这边比较重要的部分哈，第一个当然你先不要保护，把这两个写出来。第二个保护之后的话呢，再到程式的头先 protect。密码，好，再 protect，OK， 试一下，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哈，试一下。那这个部分呢，主要是因为之前同学问到说，老师，我那个资料里面都有很多保护啊，那如果保护的话，假如说要跟 VBA 做结合啊，好，那就会有很大的问题，总不可能说为了 VBA 还要随时去把那个保护给取消掉，哎，所以要问我说，哎，那怎么办呢？其实很简单。前面 protection， 后面把它 protection 就搞定了。但是呢，这边可能也会衍生另外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因为你的程式里面已经有把密码写上去，所以如果会不会有人哈，他有学过 VBA， 他就到 VBA 里面看到你的程式，那也会知道你的密码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。好，所以。当然呢，这个地方如果你写完，你如果担心又被看到密码的话，那你可能要做一件事，就是把你的 VBA 怎么样，把它保护起来。很多地方都可以保护哦，不是不能保护哦。所以有的时候写完一些程式哦，记得也要做一些智慧财产权的保护哦，否则的话你写了半天哦，最后人家很轻易就把你写完的成果哦。很轻易的就拿走，那当然不是一件好事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待会再看，当然你也可以做一些保护。